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汤姆。好的，来我们这款假面召唤。不过他这边写傀儡师塔防对决，无公告，我们就来吧。游戏是九游版本，11月15日。开启首次测试，测试到什么时候？我看一下，测试到没写，算了。我们先来玩一下吧。好，是这种有点暗黑童话风格哎、欸，暗黑童话风格好像最近都是这样。不过它应该不是童话啦。好，塔防的类型玩法。哎呦，我现在是干嘛？研究一下。它是随机吗？好像随机丢欸。可以合并吗？哦，可以合并啊。那我知道它这个玩法了。这个玩法就是有点像前一阵子的那种塔防游戏，就是会有上下两边，然后对战这样。那我们就随机召唤，随机召唤这些，然后一样的可以去合成。然后你可以去它的位置可不可以换啊？有的可以换，这个不能换。然后下面这个是强化单独的那个角色，比如说你强化某一个类型的，1、2、3、4，我们现在有5个嘛。可是这些小丑啊、假面我记不太住。只能从颜色来看吧。嘣，我就死掉了。啊，因为这是展示吧，我在想，不是真的关卡。他把之前那种直立式的那种塔防，这次把它做成横版的。然后我们应该是下面还是上面？傀儡是会长吗？这个可能是我吧。我是上面吗？我现在能量不够是不是？咳嗽。好卡、哦，我刚刚是不是卡住了啊？感觉刚好像那个整个卡住，我们应该是下面，哦，我们应该是下面，就是之前是正方形的塔防啦、啊，然后绕圈圈这样，然后在中间的这些格子去召唤嘛，然后把它改成那种直线的，但是是有弯弯曲曲这样，然后两个人在对战，我三格血，他也三格血这样。然后他被那个怪小怪打死了。OK， 了解了这个玩法。没什么变化，就是路线变化，然后画风比较好。我们这边可以配置我们的那个牌组啊。好，匹配一下，当然都是打那个 AI 啦。AI 比较笨啊，不会按。因为这个其实是靠你的练度，有点靠练度。先丢了。这边还派这个、欸、去清他们哦、喔。好，魂力不足，魂力就是要杀死他们才会有啊。又那个了、欸，有一些 bug 有没有？我又不动了，我又不动了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啦、啊？
网络有个不稳的。这有他们的攻击范围，没有位置的话，对不对？你就要合并。好，这边也可以养成一下，加一下攻击力。好，boss 来，boss 来，就对方有 boss，我们有 boss 啊，看谁可以撑得住第这一波。撑住的话，还有下一波。我们这边一直叫这个小鲨鱼去撞他们呢、欸。哇！把我晕眩。这种有那种合作型的，有对战型的。嘣嘣嘣嘣嘣，我剩两格血。嘣嘣嘣，他还剩两格血，我跟他要挡不住。魂力不足啊！我们来合成一下。怎么样？170呀、啊，没办法，不然就升级一下。这边有四只啊，1333，你可以看你要升哪个比较划算。平均升一下。应该是赢了，他挡不住，他这边输了。获得星傀儡，好，一键上阵，好，每日签到，想不到是这种塔防玩法，阿蒙，我们把那个界面稍微看一下，资讯数据。然后这边可以换一下头像，好，这边活动吧，然后垒除单笔毫厘，有够贵的，人民币这么贵哦，人民币好像要乘4.5哎，4.5乘下去有点可怕啊，这个金额。就是他这个东西台币我都不一定买，更何况是人民币。然后这游戏没人玩，你也这么豪气，当然是氪金啊，因为这个要养成啊，养成你的傀儡啊，养成我们这些傀儡啊，就是你要抽嘛，有碎片，然后它就可以升级啊，然后升级就会变强。蓝卡，蓝卡。然后绿卡，绿卡，然后这边有他们的天赋是不是技能？好，商店一定有免费的啦，它都有免费让你点一下，就吸引你进来看嘛。哇，这个音乐盒，水晶音乐，那为什么不是在万圣节出啊？蛮像万圣节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万圣节游戏的画风，挑战合作嘛，我就说这种游戏有合作，就两个人一起合作，他有对战跟合作啦，然后这是继续玩，他待会给我们吧。下一场奖励这个布雷傀儡，好背包，没有福利啦，哈，这个是要透过九游去领福利的，啊，这边有公告哦，我看到了，测试时间到21号，今天已经17号了，前几天有看到这游戏啊，
然后兑换码设置就繁中哦，为什么？它有繁中哎，这游戏因为我们刚进来的时候，它游戏名称不是假面召唤啊，它是另外一个名字。那反正我没玩过，这搞不好 Play 商店会有这款游戏也不一定，因为你看它这边有其他地区的语言，日本啊、韩国啊，还有其他东南亚的吧。我现在才发现呢。好，那我们再玩一场吧。这种游戏也是有市场啊，我觉得。就是召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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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就升级升级升级，然后合成合成合成。我讲完了。我们会叫这个小鲨鱼，为什么？它没有叫，我有叫。对的，你看，只是没有什么打击感，就是打他们没有什么反馈，我觉得就这样划过去，我觉得蛮奇怪的。这是韩国游戏跟大陆游戏的差别吗？韩国游戏都会有一些打击感嘛，就打他们蹦，他们会有一些声音乐啊，或是声音效，或是一些回馈的动作、反馈动作。对面没有这个胖子啊，所以我赢了。对对，有胖子的会获胜，胖子比较强。你可以合成，然后变。他是直接升星哦，不会变，他不是变哦，有的会变呢。哦，变了，你看，就是升星对不对？但是会变哪一只的也是随机的，也是看你怎么变。只是说二星的要跟二星的合啦。啊，boss 来，boss 来，我应该可以挡住了。你看他剩十二，我这边剩五。主要是我这边有一只小鲨鱼一直撞，它没有啊，它是 AI 啊，没有啊。好，我们赢了。猫团梦城，拜拜，拜拜，你要被撞死了。剩余位置不足。嘣，拜拜。OK，这我们四连胜啊，因为都送你分数啊，一开始都送你分数，获得了史诗的傀儡啊，全球匹配。好了，我就玩到这边了，没有要玩的。恶魔清剿。路线不太一样哦，这是合作型的吗？我感觉这是合作啊。哦，你看这边，我感觉这是合作，是不是啊？我看不出来我们要去，因为没有血啦，这边变成这个奖杯。他让你玩一场合作吧，加速，目前不能加速，月卡才可以加速，自动暂离。那他们这个怪要走到哪边去啊？不知道他们要打什么这里吗？反正他的怪要走来这吧，然后是不是？哦，反正过了啊，你看这个应该是合作型的，开启一下，获得了一些卡包啊、碎片啊。啊，这个是通行证。现在手游几乎都有通行证，因为这个很好赚。哼。好，那排行榜，还有跨服对战哦。然后这边有一些签到，刚签的嘛。
在线奖励、每日任务。好，领取终身特权，这个价格就比较合理一点点啊，就月卡嘛。好，这是缩放。好，那我们就试玩到这边。好的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见喽，大家拜拜。